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詹姆斯哈登在新帅斯蒂芬塞拉斯的体系下，面框单打回合比前两个赛季大幅缩减。2018-19赛季，哈登场均 16.4 个回合面框单打，占到个人进攻回合的 48.7%， 每回合得到 1.11 分，胜过联盟 92.7% 的球员。2019-20赛季，哈登场均 14.1 个回合面框单打，占到个人进攻回合的 45%， 每回合得到 1.12 分，胜过 91.5% 的球员。2020-21赛季，哈登场均 8.3 个回合面框单打，占到个人进攻回合的 27.2%， 每回合得到 1.36 分，胜过 96% 的球员。哈登本赛季三场比赛场均得到37分、11次助攻、5.3 个篮板。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